满口谎言，他一定有问题。我看见他了。今天不能饶恕他。你好。皇上，当年苏烈带人搜查袁世公，就是阿缪兰下不给搜查几天，才惹人疑心。你是第一个，对，没有错，你是第一个。发现了沾染陈水香的朱砂。啊，速度很快嘛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闻，为何要交出？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啊。我一会儿马上还要上舞蹈课，然后现在在等通知，等老师通知，然后因为不知道上到几点，之后可能还要练舞，所以我就现在开个电台吧。小说看了吗？啊，什么鬼？什么？我还没看呢。然后，谁来着？程雨露跟我描述了一下，然后就啊，我说啥？这都是啥？你说我们就是一个相声合作伙伴，怎么写就写成了这么奇怪的样子？这周没关系，辛苦过后就好了。哎，谢谢送的皇冠，哈哈哈！你在笑什么 ？Hello， 你把这周的卡打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Hi，Nice to meet you. How old are you? 我不姓此，我姓曲。一到明年五月。呀，我明年五月在干嘛？哦，应该还在忙着公演吧。嗯。八点了还不上课吗？没有，在等老师通知。感觉马上就要去上课了，妈耶！不要，我还想再冷静一会儿。刚才刚过了一遍站位，老师说今晚肯定不会取消的。第三章我变成女孩，我本身不就是女孩子？哎呀，你这写的是个啥？我怎么还死了之后什么变性别又啥的？我不知道。就他那个给我讲了之后，我就嗯，搬砖中报个到。好的，这周就看中秋公演有票。哦，那就是周就只有中秋公演你是在的是吗？自己去看，不想看。我一想到我最开始，啊，我竟然是个男生，然后之后我还死了，我就你看看你，我开个电台，你的注意力都在背景音上，都在背景电视剧上，都没有听我说话，哼！你看看你们，哼！土特产是什么？妈耶，是什么？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水落石。我去点份外卖，没有，我现在不饿。我下午吃的那个螺蛳粉吃的很撑，然后还喝了乌龙茶。哦，那个乌龙茶，哇，给你们安利一下，我觉得很好喝，就是那个无糖的那个三得利的那个，我觉得很棒。小裙子和化妆刷可还行，妈耶！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刚想要买化妆刷，妈耶！哼，就不听了了了。对他们上来把我写成个男生，我就看来皇上早就留先自己家地里种的。哦哟，你们家地真的很厉害呀，又长小裙子又长化妆刷的，不得了不得了。哎。吹口哨，没有在吹口哨。不过我话说，我还真的会吹口哨哎。哎呀，你还打嗝？什么叫我就是？这没有，这是个误会。我要是我怎么进的团？一米七水又是个啥？什么剧？《如懿传》。现在初中作业好多，我觉得好像现在。什么小学、初中啊，课业越来越繁重了，就要学的东西越来越难了。公主咱们是女装大佬，怎么进团是个谜？妈耶！
我不是啊。如果我要是女装大佬的话，你们难道不应该感到害怕吗？一个男生进团了，我天天跟一群小姑娘住在一起，你们不觉得很吓人吗？我觉得很吓人，我觉得挺刺激，我受不了这份刺激，所以我选择回归现实，还是不要在这瞎想了。我单间？什么？我单间？我是单间啊，我现在一个人住啊。下课哦，下课了。这真很好吃哎。一个女装大妈耶！天呀，你确定这是女团吗？大型女子偶像团伙吗？简称女团吗？没毛病啊。我们是女团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单间。哎，不对，单间，这说的怎么像我在住监狱里一样呢？什么叫单间？组织严密，分工明确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哎，你想什么叫隔了这么久回答很有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嗨，晚上好。叫楼树打开手机看私信，你看一下。自由的气息控啥？这都是啥？啥？这都是啥？妈耶！别这样，我们的中心宽敞又明亮。嗨，晚上好。这套照片真的好看，以后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的，但是可能会等得久一点，因为最近就是之前帮我拍照的那个小姐姐，她最近手里要弄的东西很多，她会先弄客片，再会弄我的东西，所以你们可能甚至要等上一两个月才会看见她。不过没关系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工出细活。真该被吵死了。对，我们是合法的。我才没有呢，哼。 Hello 啊， Hello。 真的，我就真的觉得，哎妈耶，看完了叫楼树给我讲讲。不要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什么话题？没有话题，我们就是随缘扯皮。来讲讲进团的事情。讲什么事情？今天上什么课？今天上舞蹈课，一会儿要上舞蹈课。 OPPO 21充电5分钟就是好。讲讲我怎么化妆成女装大佬。2.0有风声了吗？保密。没有。保密，不告诉你们呗。没有。没有。打开直播，这背景是谁？好吧，你之前还说，还以为你是犯我的，好吧。原来你不是犯我的，拜拜。昨天晚上给3斤做的煎蛋，嗯，是的。咋还广告上了？这是他广告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哈。我没收钱，对，我啥也没干，我没兼职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晚课几点结束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什么时候排完了，什么时候结束。开会说了啥？哎，不想提，不想提。伤心难过。感觉曲美玲有些圆，欢迎来看曲美玲的本人，你就会觉得曲美玲的本人就不圆了。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皇上和本宫心里有事。犯我竟然还看不出我脸长啥样，我长得也不大众脸呀，我长得还挺有那个啥的呀。你也不认识是不是？能走？哼，你还跟我装不认识？呸，大猪蹄子。好，行行行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吃。我没有被盯上吗？日常被盯，哼，不想说话，哼。什么？我才不是邪星，你才是方的呢，呸！你才是三角呢，呸！哼，你才是菱形脸呢，呸！还不去上课，因为老师还没有在叫我们。
所以我现在没有去。这个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那是谁？为什么你觉得周香被盯上了，并没有？不过我已经常年被盯了，就。可是 B 队的人已经去，但是老师没有通知我们呀。奴婢不太清楚。没有通知我们，就。奴婢知道。先不去啊，因为他们还要先排别的，他排完别的之后再叫我们。哼，我口不对心，拉倒吧，周香，请周香不要再自己活在梦里，在那个地方编剧情了好吗？我那个甜甜圈才不是买给他的，我是买给前辈的。他天天亲我，我天天拒绝呀。什么叫上课还要老师来请我们？拜托这位朋友，请你不要带节奏好吗？是因为这边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具体的时间不确定，所以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，不要带节奏哟。都是臣妾，你认得当时意思，你就这么恨满口吗？臣妾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挥出去。我刚出来，他对你不好，现在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？周香挂不挂在我身上不重要，反正我总会把他扒拉下去的。皇上喜欢？喜欢？一脸懵逼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？嗨。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。他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。什么叫薛丁谔的猫取美玲的脸？啥？二若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，朕如何待你？反正扣钱也是扣楼数的钱，不是我的钱，我不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爆粗口了。嗯？我不管，跟我没关系。这么玄妙。皇上，从来没有宠幸过。我在干嘛？我在等着上课。什么？这叫甩？什么叫甩锅呢？本来也不是我说的，为什么要说我？我不承认。哼。今年中秋吃啥口味月饼吗？月饼。嗯，前两天吃了一块凤梨味的，但觉得不是很好吃。我之前往年的话会喜欢，会吃那个，给你们安利啊，安利时间又到了，那个莲蓉蛋黄的，还有那个流心月饼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什么叫猪肉大葱？啥？妈耶！还要送到审核，妈耶，吓人！好的，去上课吧，拜拜。陈念。香辣牛肉月饼，这又是啥味儿的？五仁的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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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法式的，法式的没有吃过。俱乐部月饼，这又是什么？嗯，都没听过。你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。可以试试，很好吃。哎，我之前都没有听过，哎，我可以了解一下。奔着100万字去，我的妈耶！谋杀了我是个盗万一火了，哎，行吧，你开心就好。那谁能把谢贝贝说清楚？2000卡每100克，热量哦，热量是挺高的。对，流心奶黄馅的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，安利安利。啥叫我俩变成主人公？妈耶！真心，你那都是算计之心，朕如何不能招待？皇上以为你是算计，然后宫中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哦，二号竟然还有握手会啊！朕知道，哎，天呀！不要擅自上锁好吗？嗨，晚上好 ，Hello。对啊，我才知道。我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日常吗？
日常看看看了官博才知道。二号你凉了，没关系，23号，一想23号，啊，突然想笑。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不能，因为我是个，因为我是女生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？嗯，大概是因为我长得帅吧。嗯。哎，23号怎么？23号有握手。啊，这个人真的好讨厌啊！我没有逃课。以后冷静下来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已经说了，我没有逃课呀，我在等着老师通知我们上楼去排练呀。你老这样带节奏，你不要在我这里当节奏大师好不好？我这里对节奏大师不感兴趣，我不欢迎节奏大师。今天开会还好吧？嗯，反正开会讲了很多事情，但是都不能说，反正看完了，哈哈。谢谢送你元棒，一直输液，妈耶，是很可怜，摸摸头。首先，我不逃课，嗯，然后呢，不要想当然什么事情，对，然后呢。我刚才也已经说过了，因为之前前辈们还要排其他的东西，等到排我们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再上去，就是这样。开会有好事吗？没有。反正跟有没有什么好事，反正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好像吧。你一天都在开会，哦，真的，我今天开会，真的，我正好就那个位置坐的，妈耶，全程就是腰板挺直，四肢僵硬，不能动。不，可能玩那种音乐游戏可能会比较适合，但是语言类的节奏大师不好意思，好像还真的不太擅长呢。嗯，真的喜欢带本子和笔。哦，我们这个会应该是不需要的，但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开过有一些会，确实也是需要带本子和笔的。不是啊，此节奏大师非彼节奏大师啊，我说的是音乐那个游戏节奏大师啊，没说的是语言类的节奏大师啊，对吧？真人语言类游戏节奏大师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。对，我只对音游节奏大师还觉得以前还算是玩的还凑合，对，仅此而已。膝盖还受得了不？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QQ 音速，哦 ，QQ 音速以前我有玩的，然后呢，那个 QQ 音速吧，玩的时候玩着玩着就被，然后就忍不住会想买更多的那个鞋、更多的衣服、更多的配饰，还有背景，然后什么什么各种表情什么的，就，然后就开始控制不住，就掉坑里，对，俗称就是掉坑里了。穿皮鞋，那种学生会开会什么的都会穿正装。对，哦 ，QQ 炫舞以前也有玩过，劲舞团也有玩过，滑旱冰的应用，没错，好巧，我也是太阳驾照。怕我睡不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尽量找时间就尽量多睡的。我公演 MC 和私下的样子差的还蛮多的，嗯。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是新人吧，顾虑还比较多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不说。太阳的歌太难了，嗯，是的，哎，我记得有太阳的时候，当时总玩一首歌叫无限挑战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，叫什么，反正那个歌还，那是我唯一能算是勉强能玩的
明白的太阳的歌，其他的就真的都不玩的。是玩了。扣钱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好的，你去码字吧。明天美工演吧？明天没有啊，明天晚上不是。哎，周六，周六下午有公演，有我的公演。就呸，什么有我公演？我会再公演，我会公演。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靠安眠药入睡。哦，天哪！你居然对藤椒牛肉面放花痴？这就是藤椒牛肉面。对啊，藤椒牛肉面啊。我昨天半夜三更在吃这个，然后我闻着这个味道，我意外的，我就第一次发觉了它的好。那你尝一口吗？没有，他一说特别辣，他一说是麻的，我就算了，打扰了。周六下午不是握手，我改成周日了，因为周六下午要公演，所以我改成了周日握手。对，改成周日了，可以周日来握手会找我玩。藤椒就是花椒，是跟麻椒有什么区别？我不太懂。花椒也麻，花椒也麻，麻椒更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不吃麻的，我不是很喜欢麻椒的味道。不是很喜欢麻，但挺喜欢辣的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麻辣也能接受，但你只有麻的话就算了。这个确实。帮帮帮帮帮不过我真的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麻椒，但我就真的就很哦，他终于换了造型了。你就喜欢哦，原来这样。不吃辣，不吃麻，哇，那你的饮食应该很清淡吧？谢谢送你一元棒。水煮鱼就很喜欢麻椒哦，是吗？哦，水煮鱼往里面放麻椒什么的话，我都不在意。但是，就比如说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吃。比如说米线、米粉之类的东西，要单独再往里面加麻油什么的，我就不要，拒绝。病了就要忌口哦，谢谢送你元宝。主要靠麻而不是辣哦，我选择那个冰粉，泡椒哦，泡椒我挺喜欢的。就是泡椒的话，以前有买过那种，就是成袋装的那种的泡椒吃。泡椒凤爪，我很少吃泡椒凤爪。凉皮里面放麻椒，妈耶，这得什么味儿啊？谁家凉皮里还会放麻椒？我真的第一次听说。是只有我这边是不放麻椒吗？都放麻椒和八角，八角放正常，八角不就大料吗？但是麻椒我人煲汤不能放任何大料，没有啊，只能放葱，然后蒜，就那种煲的汤，就放了大料就没盖了原来的味道，除非是太腥气的东西。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平常日常家里煲汤、煮汤都会放。人好脆弱，是啊，所以嘛，现在不养生，病了养医生，对吧？要保持健康。唯一不吃，唯二不吃辣的地方，那我反正我就东北吃辣，泡椒花生没吃过，然后泡椒牛蛙也没吃过，被坑了，这个绝对不正宗，差评。好的，我有空我会看的。凉皮给你放。凉皮儿给你放凉皮儿，凉皮儿不给你放凉皮儿，难道要放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打错字了，兄弟？自制泡椒凤爪好吃，那应该是你厨艺比较好的原因吧。猪油是蚝油吗？有区别吗？对钱给自己花不